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这些资料做一个转置。转置听得懂吗？来，请选总计，请选总计，然后总计这个地方点一下哦，然后请拖曳到最右边。Shift 的键按住，点19，其他，可以吗？也就是你把这些项目全部一起做转置。好，怎么样做转置？请问做完了，你选好了吗？记住哦，是从总计这一栏，把它。一直选到其他，全部都要选取起来，然后请做转换，取消资料行枢纽，就直接点它。我要告诉你这一段，希望你回家能够听得懂。回去真的这一段你好好听。做完了，你现在变成只有6个栏。这样子的资料才能做分析。